你别想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进不去。私人派对，恕不接待。 肖恩，我在哪？嘿，你想打架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！ 这扇门上方有三个试炼，我准备好了。那么穿过这扇门，向前走。 考验了！啊！你在打架呢？你闭嘴！啊！
败者为寇。你师父的心智受损了，他会把你还有其他所有人都拖入深渊的。看看你身边，我觉得你没什么不同。如果你不想打，为什么要走开？走到头了，敢威胁我？别想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进不去。四人。是的，你想要干什么？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没有你的位置？
在这扇门上方有三个试炼。我准备好了。那么穿过这扇门。别想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进不去。私人派对，快点滚开！是的，这个骚货毁了你！别想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进不去。私人快点！是的，你想？嘿，你想等？放下武器！
在这扇门上方有三个试炼。试炼？试炼些什么？迎接冥王。向前走，你就要接受考验。师父的心智受损，他会把你还有其他所有人都拖入深渊的。看看你身边，我觉得你没什么不同。如果你不想打，师父，我的胳膊是你的。下去吧，我认识那套衣服，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家弱者的武官。
别想了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自然。快点滚开！是的，哎，这是个私人派对，傻逼！放下武器！求求你不要打我！
肖恩在哪儿？